我不会搞清楚的现金，未当报警，您知影后果啦哈。你这卖那条就无应该抓的，但是上好，甲只收手。林，你无材料团中接待，煞做出抱作孽作孙的妖兽代。子珊，你的单腿骨甲你割好势。你讲是林子珊，你讲啊！ 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事，天道。安杰是我先说，那个代志，怎么安怎？我决定的就是无论何人，要随意改变。可以啊。文杰，我的。你搞什么事情？跟我们，你怎么当怪爸？我已经站等一切连续。爹，堂兄。堂哥妹妹，我看到保护你，搞家。谢谢安总，跟我堂哥妹妹。 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事，天道。就给你一点点哦，到东岸码头的仓库，500000元的现金。你跟你是大军啊？你这卖那条就无应该的来啦，但是上好，甲只收手。啊，搁真正有只大鸟鼠两二万的啊！我也无去啊！啊，我原来怕无去啦。南明兄，我知你就是无爱的总经理，出来啦！ 我真正无希望，美国的悲剧搁发生一遍，这一遍你甲斗三都拜托你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知无？若真正有啥物意外，找一个上较适合的时机，直接甲这两个组员处理掉。安姐，你来等我。伊呢？你遐尼想要再入组噶？我就是还了你家己啊！啊！什么不是上安姐？快去我啦！对啊。 准备上场吗？安杰是我的对手，请你手势也快。你无才调团中接待，煞做出绝佳绝孙的妖兽代，你都等你讲个故事。什么叫做我绝孙绝孙？你讲是林子珊，你讲，你讲啊！你到今嘛是唔肯讲起，怪爸无情斩断一切的念想。爹，大舅。